Hello， 大家好，我是杰拉德，我是王天佑。嘿、hey, ，又是我们来分享一下台湾、香港的有什么不一样哦。这次主题啊，继续讲一下电影译名啊，因为那个真的是台湾跟香港差很远，而且很多啦，其实这个讲不完了，讲不完。那上一集我们有讲一些我们初步刚来台湾的时候啊，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已经讲过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有趣咯，所以对，当然是电影专家，就是我来讲一下，就是在早年哦，就是说大概在1980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哦，如果香港人应该知道，这部电影叫《闪灵》，闪灵啊，闪灵就是一部恐怖片啊，那名导演史丹利库伯利克，拍这部电影。那他来台湾上了之后呢，这部电影的片名呢叫做《鬼店》，它的英文片名完全不一样。《闪灵》是照译原本英文片名叫《The Shining》嘛，它是讲一种有特别的能力啦、哦、那《鬼店》呢，就比较像是就是直接讲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一个饭店，在一个深山里面的饭店所发生的事情，里面当然有很多古古怪怪的事情发生了，类似黑店那种感觉。那所以这个译名是有一点不一样、哦、大概在1980年，其实史丹利库伯利克很多电影呢，就是都相当有趣的。那个年代，其实香港人的翻译曲片名真的非常有趣。他最有名的一部片叫做《洛丽塔》，可能大家都听过。当年那部片子的中文片名叫做《一树梨花压海棠》，哇，它是从诗，古时候的诗里面转过来的。它讲的就是老男人跟年轻女孩的这个哈一些故事，这样子。这个是非常有那种优雅的，对，很文雅的片名。其实台湾也是跟这个片名哦，并没有不一样。然后大概在1980年之后呢，也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片子，大家提到译名常常都会提到，就是《Top Gun》。阿汤哥演的哦，这个片子呢 ，Tom Cruise 在台湾叫做《捍卫战士》。那大陆的不，在香港啦，叫《壮志凌云》。那时候大家会拿这部片子来讲，常常都在取笑说，大陆取这个片名很好笑，说怎么叫做好大的一支枪，当然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哎，这个我假新闻要帮他们澄清一下，他们并不是叫这个片名，其实他们跟香港一样都是犯《壮志凌云》。那因为他是讲飞行空，这算是空军啊的故事嘛，所以其实《壮志凌云》《捍卫战士》都还不错啦，都各有各的特色啊。1997年、有一部鬼片，那个英文片名叫做《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就是我知道你去年暑假做了什么事情。照直译就是这样，香港翻什么？旧年暑假搞乜鬼？就是如果用国语讲，这个片叫旧年，就去年的意思嘛，哈，旧年暑假搞什么鬼？就是完全是跟那个英文片名算是一样了，就是我知道你去年暑假做了什么。那台湾翻呢叫是谁搞的鬼？其实也还不错，也还蛮接近的，就只是少了夏天两个字，少了去年夏天这几个字。不也可以讲一下这部片子呢，在中国大陆的翻译还蛮好笑的，他也非常直译，就是说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但还是算是蛮符合这个片名，完全是100%直译这个片名。那这部片子在当年第一集上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受欢迎，就是真的很有创意的一部恐怖片，所以后来呢，隔年这部片子就拍第二集。不过要补充一点点啊，虽然它是鬼电影，但是也是喜剧的方式去拍的，但其实它实际上也不是鬼片啊，它实际上也不是鬼片，也是喜剧，但是有鬼的意思，恐怖片这样，反正有趣啦，有趣。那后来隔年出了那个第二集的时候呢，那个英文片名上面就多了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still， I still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我还是知道你去年暑假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呢，中文的广东话的片名呢就变成旧年暑假仲有鬼啊，就是还有鬼，第一年就搞什么鬼嘛，第二年就还有鬼。那台湾呢，就在是谁搞的鬼前面多了两个字，就是到底是谁搞的鬼。那就其实跟那个原文都有一点不，但一点点不同啦。对，那大陆翻译呢就跟英文有完全是吻合的，叫做我仍然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多了仍然两个字，你都觉得好好笑，觉得蛮好笑的。好，那这片子第二集其实拍的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影评觉得第二集算是就是有点走中了。通常续集要拍得好，真的不容易。对，像《教父》就是三集都那么好看，其实真的不容易。好，后来呢，所以这个在第三集呢，隔了很多年了，到了2006年才有第三集出现。第三集呢，那个片名还是跟第一集差不多，也是多了一个字，不是 still 了，把 still 这个字改成 always。
就是我永远都知道你暑假搞了什么。嗯，所以香港用了什么名字？去年暑假再三有鬼，就是还有第三次有鬼。这个我就觉得、没有太好了，对，没有太好了。那香港呢？台湾呢就变成又是谁搞的鬼？哦，第一集是是谁搞的鬼，第二集是到底是谁搞的鬼，第三集叫做又是谁搞的鬼。这名字也是还好啦，因为那这个我一定要说，那中国大陆在大陆这是非常好，这个100分，那叫做是我一直知道你去年夏天搞了什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100分了，因为它三集呢都清清楚楚，跟这个原本的片名是百分之百。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是讲台湾、香港的不一样，为什么要特别讲的中国？因为这次这个一比四实在太好笑了，不分享不行。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片名。好，我们讲完这个恐怖片，快笑到不能讲。好，讲到恐怖片，你一定会想到夺魂剧吧？嗯，这个片子非常有名，就是 source， 对 source 就是句子吧，在台湾呢就是翻成夺魂剧。这部片子总共拍了七集还是八集，我忘记了。当那个时候哦，在2004年上第一集，就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但是我好像没有看过，那你没看过？没看过。这个片子其实真的还蛮有，尤其是第一集，真的一定要看第一集。后面的当然它就是为了，因为有了第一集之后才会有。但是把一些人锁住，然后就把你杀掉，这样很恐怖的死。但是它当然有原因，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杀人狂叫 Jackson 啊，就是 Jackson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当然有一些原因。他第一集尤其是你一定猜不到那个结局，就是到结局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大翻转。其实那个时候会这样拍电影，就是那个温子仁啊，就是温子仁的电影，那时候大家都会被他吓到。他那个片子的结尾哦，的那个拍法真的非常精彩。他就是把前面的很多的片段全部都到最后全部揭开那个谜底的时候，就是完全让你想不到。第一集我真的有被吓到，当然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啦。嗯，所以后来这个片子才会有年年都有在拍。嗯，就是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好像都是在万圣节的时候吧。嗯，所以那个算是非常受欢迎。那这片你在香港呢不是叫夺魂剧，跟剧完全没有关系，香港叫什么？香港叫恐惧斗士，一个恐惧斗士，恐惧斗士就是讲，因为在如果大家有看就知道，第一集是一开始的时候男主角被锁在一个厕所里面，哦，然后当然后来故事就会讲他们两个想要怎么逃，拿锯子锯自己的脚啊什么的，本来要锯那个手铐嘛，锯不掉铐来锯自己的脚，当然故事就会讲回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被锁在那里，那所以香港的电影就是讲那个他们被困的房间的意思，所以以后每一集都是叫恐惧斗士的，当然跟台湾这个片名就不太一样。不，两个都有各有特色了，没有哪边比较好，但两个都有意义了。对，都有意义，都有意义。当然，这个片名真的非常好看，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真的建议至少第一集拿来看一看，是真的非常精彩。那最后这段时间还有一两部可以分享吗？还可以讲一下这个也蛮有趣的哈。2010年有一部德国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的片子，叫《The King's Speech》，就是国王的演讲嘛，哈，如果照直译的话，大陆就是用这个名字啦。但是这部片子呢，在台湾，如果大家有印象，它叫《王者之声：宣战时刻》，哦，就是在讲，国王要就是打仗的时候要发表一个演说，那国王是有点口疾的，所以他要经过训练，哦，他就去发表一个演讲。这片在香港叫什么名字？叫皇上冇话儿啊，叫皇上冇，皇上没话可说的意思，冇话儿。当然，这个片子在香港那时候引起很大的反响，就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会翻成这个名字？那个那话儿好像有点影射啊，某个器官这样子，大家就说皇上无话儿，就皇上没有那话儿吗？还是什么？但是其实皇上并不是不讲话，他不是不会讲话，他只是口疾嘛。所以他说这个片名当初片商取故意要让大家联想到一些有点不雅的这个方向，其实曾经被香港的媒体啊一些评论家是形容为就是真的是非常差劲的一个这个译名。不过但是就是很有趣啦，大家会记住这个片名啦。那这个就叫皇上无话儿，没有话可以说这样子。我们来聊一下这个2004年的一部片好了，就是金凯瑞啊，金凯瑞当年2004年，金基雷，他拍了一部算是爱情片，女主角是那个
凯特温斯雷吧，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凯特温斯雷，那就是铁达尼号。铁达尼号。然后那部片你讲什么？那部片也是，男女主角就是要分开了，分开就是失恋嘛。结果女主角呢，她为了忘记这段恋情，她就跑去一个诊所进行一个手术，就是让你呢可以消除你的记忆，消除所有有关你的这个另一半的记忆，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女主角就完全不记得男主角了。那男主角后来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要报复，他也去忘记女主角，就从头完全忘记女主角这集。但是好死不死，两个后来又重遇了，又在上面这样子。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片子在台湾叫《王牌冤家》，哦，在香港呢就是翻《无痛失恋》。嗯，我觉得这个香港这个片名倒是真的翻得非常好，肯定是你有看过电影之后才能翻出这样的。非常好。那在台湾为什么叫《王牌冤家》？是因为那时候，金凯瑞很多片挑战都是叫《王牌天神》啊，类似安洛都是。对，类似的，因为他也是很多片都叫《王牌》，所以那时候才会把这片改成叫《王牌冤家》。如果我看到《王牌冤家》这四个字，我只想到这是喜剧。确实是不会想到是什么爱情电影，那个失恋那种爱，这是爱情悲喜剧。对啊，完全没有会联想到，所以这个这方面倒是某通杀驴呢，这个名字比较好。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好。我当初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哇，这个片子真的取得非常好。我甚至在写介绍或什么，我通常都爱偏用这个香港版的片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好，其实这是我们。应该这样说啦，台湾跟香港那个那么多年的那么不止几万部电影，应该是很多不同译名啦。我们收集的部分啦，我觉得有趣的，不可能全部都来跟大家说谁，这有兴趣就自己 Google 一下，我们就找一些有趣啊，今年来的一些电影就分享一下咯。然后下一集啊，我们再来谈其他的一些话题，台湾香港不一样的话题哦。好，好不好？好，下次再见啦，拜拜。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